是一幅日本的画，是我先生收藏的。我才疏学浅，我看不懂啊，是我先生他从哪里买，我是不懂。他在南北都跑古董店，他都会跑啊，跑买的古董，他自己就留起来。其实还有十几幅画，我已经把它让出去了。让出去是卖掉了吗？对。那应该是卖的价钱不错吧，因为老公有交代不能贱卖。因为他的包装上有一个提示，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去出卖。包装上有提示，他的画上面不是有保护吗？包纸吗？是，上面他会写什么，比如说郑怀波某某画多少，价钱多少？还有写价钱？我就照他那个价钱出。那会不会是他的买价？你照他那个价钱卖？我不知道，也许是吧，我不晓得。那你应该加一点卖呀。他都加一个零嘛？你怎么那么值啊？你虽然搞不好是记说他当初买多少钱呢？好像不是正板桥的吧？是正板桥是那一定很贵。我在想。正板桥的话你卖多少钱？不知道，我是郑怀波还是正板桥，因为那时候很多幅我就忘记了。好，那我回来看这幅画。那这幅画先生，我是不懂，有写什么密码在上面？没有，这幅没有写啊。所以他这幅没有写。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武士的样子哈，那个眼神非常刚哈，不正，就是很正那种感觉哈，很犀利。而且你看他还在翻书，这很奇怪喽。武士通常，是一个武的，可是他又翻书，表示这个人很不简单，因为文武双全哦。而且你看他的发头发，这个都是当时那个日本武士的一种造型啊。而且他的衣服，你看他衣褶哈，这个看起来是绢版绢印的，绢的啊，绢的那个底做一个这个。整个上面的这个字形啊，写的是行草，忠孝。忠孝。那这个大概提到的就是生生不息啊，大和魂啊，就是一个勉励的话。那表示说这个人呢，这里面又写了一个松阴呐，应该这个人就叫吉田松阴。哦，那是落款。他在神社就是说这个人呢，在日本是非常有地位的，所以他被放在神社里面。等于是类似我们那种。你是说画家很有地位，还是他画的画这个人？这个人，这个画中这位人物是很有地位的。这个画的这个画家并没有指出谁，但是他写说松阴神社宝物锦摹写，就是说我从那里面拿出来看了这个图像，把它摹画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画的人物很重要，价格就会比较好。它会有联动关系，会不会什么姓什么长什么风什么吉的？哎呦，像丰臣秀吉，但是现在很清楚，他写的就是吉田松阴了啊，松阴就是吉田松阴这个人。那这个人应该是差不多在明治维新左右，也大概100多年前啊。那这幅画因为它的裱法是一个老的裱法，砍进去啊，用砍的。那但是有一点点，这附近有点受潮，但是原来。取得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对，就不是你没有动过了，这幅完全没有动过。那你可以看他这个画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的武士刀上面哈有白白的那个点，是这个画完成之后再点上去的，是啊，你看到没有？它凸起来的，啊，我们有时候会用瓷器的那个说法叫珍珠地，白白的一颗一颗，有没有？有立体感。对，那它是那个是用一种我们讲是国画的原料，中国国画的原料，它去用蜡，就一种胶啊，煮过以后要煮很久，煮完以后有粘性，那再把这个颜色啊，一个一点一点画上去，这是一个功法啊，所以蛮细的这一幅画，画得很细致。对，好，到底值多少呢？我们也来鉴价，请老师鉴价，5000元。啊。光煮这个都不止了吧？应该是这么讲，这幅画呢是有名的人，
那这个吉田松阴呢，是明治维新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哎，为什么一个武士还在看一本书？因为他的这个大和魂呐、啊，就是日本后来有军国主义跟大日本精神，就是从这位吉田松阴的思想来的。那他很可惜在29岁的时候就已经走掉了，为什么？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案子，就被刺死，就被砍了。那这个话，29岁就死了。对，他活29，所以他为什么这个样子？怎么？日本当时的神这些人呐、啊，你看他都很老成呐、啊。对呀、啊，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人。那个法令纹还很深呐、啊。是啊。那这个呢？为什么叫神社呢？就是说，他就是因为这么的一个思想家，影响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他的像被摆在这个神社里面。所以这幅画呢是印刷的哦，印刷的，印的，因为是绢版印刷的。那我们可以看看这边哈，在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市场里面呢，你看松阴神社本啊，吉田家本，也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名。那他被在日本传留下来以后呢，有很多人拿他的画，来做这样的一个模，等于敬仰他，所以有绢本有纸本，那价格不一样啊。那上面提的诗也都会用他曾经写过跟讲过的一些话做一个他的这个话的一个说明。所以这幅画呢，跟这些只是这个像很像而已，那就讲同一个人。那价格不高是因为它量很多，第二个是印刷啊，那但是很有意义，在日本人来讲，这个人呢，吉田松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你看他在神社里面被等于膜拜一样，就像我们忠烈祠啊，这个人很对国家有贡献。那当然在台湾来讲，对他来讲就不一样，因为他是军国主义嘛，曾经还侵略过这个中国嘛，是不一样的概念啊。但就艺术品来讲，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好，所以它的形象都是很完美的。你看它这个一本书啊，在膝前，对，你看啊，这边啊，他都在看一本，他都是在看一本书，在他的。但是他武士刀有的时候放下，有的时候拿的，有的是佩戴的，哦，都有哈，就是画他各种样子。这个本就是各种版本啊，每个人画他不同的版本啊。这个人就在松阴，对，那算绢本的啊，绢本也有绢本。那这个在外，这个日本的市场还很多人在买，买来干嘛？就是像我们那个郑成功像啊之类的，我们常常会有纪念他，哎，纪念他，对对对。